啊，要戴口罩，对不对？不要传染给大家。今天戴口罩直播。哎，我这样戴个口罩这样子直播有没有？有没有很像那个对岸的重灾区？然后他们那个在开直播有没有？我们的政府都没有好好的照顾我们。现在很流行哎，对岸沦陷区很流行这样。哎，大家这个要注意，还是要注意这个防疫。开玩笑归开玩笑，好不好？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，多洗手。那因应这个防疫工作齁，我们公司也做了很多措施齁，包含今天如果大家这个有看我们粉丝专页，对不对？我特地重金买了德国原装进口的高压蒸汽什么消毒杀菌清洗机，之后小师汽车每一台车我都消毒，方向盘、按钮、排挡杆、椅子，对不对？全部都高温蒸汽杀菌。它那个高温蒸汽机，据说哦，最高温可以到100出头度啊。可是就变成说，我们今天有在做一个测试嘛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做了一定，你有离它一定的距离，有没有？那其实如果你有一定的距离的话，它的温度就不会那么高哦。除非我们把这个喷头很接近那个塑胶件，才有可能会变形。我觉得我们今天有做一个测试。所以我们稍微离一个距离就可以调整我们要杀菌的这个温度，做一个控管。日食那台车还在啊，欸，日食那台车我跟你讲，我这一次过年去环岛我就开日食，真的赞，没有漏气，沿路都很舒服，非常的舒服，稳定性很高，很好开的一台车子。我觉得它开起来那个感觉有点像 Kids 那种感觉啦，你开那台车的时候你根本头脑不用思考太多关于车的事情，你就是开它就好了。熄火啊，没油就加油，这样停车什么也都蛮方便，开起来都蛮轻快的。那加速没有很快，但是就是也不会让你觉得不够用，因为基本上，除非你有在飙车嘛，要不然你在法定限速120公里以内，基本上它的加速再加速都很顺畅。哦，但是它的空间性跟这个大小啊，还有加速性还是会比 Kicks 好一点，因为毕竟它是有涡轮的。刚有不知道谁问说，这个改引擎盖会不会影响车二手车价？会哦，因为你等于说你这个引擎盖螺丝四颗已经拆卸了，然后你拆卸之后你又换了引擎盖，那不管如何你因为这个东西是这样嘛，是一个事后论嘛。我不管你改这个引擎盖是为了改装还是撞到，不管，但是你的结果就是你的引擎盖有拆卸过，那基本上就是会影响车的价格。不过会有些例外，如果你的车是 M3， 你改了一个碳纤维的引擎盖，那人家一看，哦，这是碳纤维的，但当然你换这个引擎盖，人家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，有什么毛病。好，哦，还是你的车是 Impreza， 你的车是86，你改了一个碳纤维引擎盖，哦，改了加大的进气孔，人家一看就哇，因为开这种车的人，你不换，就算你不换，他买回去他也可能会换。哦，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，他们就觉得没有影响。但是对于一般的一个轿车啊、休旅车啊、家庭用车啊，你引擎盖拆卸就有影响。方向盘损耗来判断二手车里程数，但是车况 OK， 经过检验里程数也不高，但是方向盘磨损很严重，有这样的情形哦。第一个情形，方向盘磨损高于它的里程的反应哦，的显示的一个里程数的一个状况。第一个就是有某一些厂牌，它的方向盘的皮质或是塑胶皮，或是它当初的用料是不好的，它就会很容易磨损哦。有一些车，尤其是像后期的一些欧洲车，它如果是用这个环保染色的皮革，以前旧型的 Tierra， 它的那个方向盘是我记得没错，它是那个塑料的，然后那个塑料久哦会 hooky， 就变粉粉的这样，然后就会很丑。第一个状况就是它用料不好。第二个状况就是激烈的超价，开车的人开车习惯很不好哦。我有看过那个车哦，永远就是这个右边的那个握把哦。你怎么觉得那个方向盘右边的握把就是在那个转角的地方，大拇指扣住的地方哦，右就只有右边特别的丑，掉漆啊，然后整个旁边都磨损啊，那就是他开车的习惯，都单手右手哦，或是左手。那还有就是手上戴戒指的刮磨啊。哦，所以方向盘就很糟。再来就是我讲的第二个，就是激烈的超价。第三个就是流手汗，真的有这种人哦，不要怀疑哦。以前哦，你不知道那个有的人流手汗是一种疾病，
以前我一个同学，他那个他每次考试有没有写考卷紧张，他每次考试他的考卷整张都是湿的，然后甚至有时候都会把那个字啊弄糊掉，所以他分数都很低，有时候那个考卷都糊掉啊，所以他有时候后来他就会手上握一个卫生纸啊或是一块手帕，然后考试会很紧张，一直流手汗。然后我记得他后来就是去动手术，好像可以把这个手汗的这个汗腺不知道怎么弄，我也不知道弄掉，不会，然后就不会流手汗。结果我跟你讲，变成都跑到腋下。他每次只要一运动啊，这腋下全湿。好啦，反正方向盘磨损超过他的低里程的话，有可能是这几种情形啊。有，然后还有第三种，如果你买的是二手车，第三种有可能是他可能之前改过方向盘或怎么样，然后车主呢，他要卖车了，他就去沙漏厂找了一个不好品相不好的方向盘装上去，他想说反正我要卖，我要把我这只贵的有没有 MOMO 的方向盘还是什么牌子的方向盘，我要拆下来 M3 的方向盘拆下来，然后就换了一个品相比较差的上去，这个也有可能。一二 Golf 有什么通病？一二的 Golf 是六代的哦，那你如果是买 1600cc 的话，它的价格大概会落在三十多万，那它的通病最大的就是大家在讲的 DSG 的变速箱，其实就这样子，好吧？注意里程数不要买太高的啦，哦，因为我们唯一能判断这个 DSG 变速箱的，你买回来之后坏掉风险高或低，除了你运气好不好，遇到有没有遇到机王以外，那第二个就是这个，我们只能用里程数来佐证嘛，这跟买油电车一样，如果你买的油电车还没有换过大电池，那我怎么办？我只能尽量买里程低的，因为里程低的你接手回来以后换大电池的时间就会离你越久，对不对？只能用里程数去做佐证参考啦。2001捷豹 S 版可以到我这边保养吗？哇，这个我这边可能没办法接，林仁，我这边可能一些国产车比较好施做，因为我们这边的，坦白说我们这边的保修厂因为吞吐量很大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做这个基本保养比较多，或是简单的一些零件更换。那你如果只是换个油什么当然是 OK， 只是说如果你要再做更，因为毕竟 Jaguar 比较特殊一点，你如果要去换比较特殊的零件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。 Grounder 这台车为什么二手车价不好？光的这台车二手车价不好有几个原因啊，坦白说30的车子啊，唯一超过 2000cc 我觉得卖的最好的应该就 Galen 吧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哦，那个时候你如果在2002-2003左右的 Galen， 现在路上 Galen 其实你看不太到了，可是你2003的这个 Camry 路上还一堆，好，或者是你2003年的Suzuki 尼桑，哦，尼桑对不对？ Tiana 或是 Sapphire 路上还都看得到，但是其实光的几乎你已经看不到。那可能我觉得是因为它的小毛病比较多，然后耗油，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警车在用，我觉得警车常在用的车啊，市场接受度都不是很高。新的阿提玛褒贬不一，新的阿提玛坦白说我还没有开过，我只有看车展的时候看过而已，因为我们不是那个车评啊，人家不会借我们车。我如果有机会遇到买到试到，我再跟大家报告。阿提玛新型，我也蛮，我上次车展看到，觉得内装的用料不是很理想。那实际上开起来的感觉，我不晓得。Big T 的变速箱，很多人说容易有问题，该如何注意 ？Big T 的变速箱比 Super Central 好多了，可是很奇怪哦，我觉得这也很奇怪。明明好像我记得没错是一样的东西。可是我目前遇到的灾情是 Central 比较多。那 Big Tita 其实坦白说我很久没卖了，我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没有卖过 Big Tita， 我反而都卖 1.8 旧款的 Tita， 12年、13年、11年那一批，我觉得那一批的稳定性比较好。 Swift Sports 文艺 Swift Sports、哦、我遇到很多，可是太贵我买不下去，太贵了，我觉得我买正常的 Swift 就好了。 Sports 那个价格还蛮高的，我从来我每一次遇到 Swift Sports 我都买不下手，因为我觉得很贵。稍早之前、哦、有一个老伯伯就开了一台旧型99年的那个 Lancer 来，破破烂烂的，整个屋顶都爆开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漆是这样翻起来的，我没有骗你，漆是翻起来的。我走到他车旁边就一股那个
烧机油的味道，臭味。然后那老伯伯来啊，就来找我们，就说他想要找我们，请我们帮他整理这一台车，然后要烤漆。那我看了一下，我说，你跟这个车有感情还是什么吗？他说没有啊，这个就我开七八年了啊，想说把它整理整理。我说我坦白说，你这个车，你光烤漆就两三万，然后我一掀开已经是整个那个挡火墙已经都锈穿了，然后引擎已经发出异音了。然后反正就是很糟的车啦，我说啊，你这车怎么什么去哪里买？他说我是买二手的啊，我跟人家买八万块。我说这个车啊几年前买啊，六七年前买八万，我说刚好便宜哦。结果我一看，哎，你这计程车？他说对啊，好像是。那我说他现在里程多少？他说二十万。我说那这车里程一定不准。好，这第一点，因为六年前九九年的 Lancer 买八万块超便宜，然后。计程车啦，然后我说你这个修齁，我现在帮你，我可以我帮你烤漆很好，我赚一点钱，对不对？把你整台烤得漂漂亮亮，啊，你回去过一个月已经挂了，那不是很倒霉吗？我说你这个车应该是没有整理的必要。他说啊，我那时候啊，我就看路边啊贴红纸条啊，然后看起来还干干净净的，我就跟他买了啊。那台车我后来仔细看齁，改过三种颜色，它原本的底是白的。然后因为当计程车，他又烤过一层红，黄色的，黄色之后，我又认真看，他又烤过一层红，好像红色，好、哦，然后还有一层是那个最后现在他车的样子是黑色，然后我看他那个翻起来漆啊，你知道那个翻起来那块那一片漆啊，大概有这么厚，大概就是像这个侧面这样，大概像这么厚，补土哦，补土整片漆这样翻起来大概这么厚，然后里面就一层一层，但我觉得我要在看年轮，你知道吗？看那个侧面的漆翻起来，那很像年轮，你知道吗？它的那个历史进程我都看得到，好像考古学有没有？他说啊，你怎么这么好啊？还跟我讲说不要整理。我说你这整理真的不划算。你哦要整理，你不如再去买一台几万块车啊，车况好一点，我都觉得比把你这台弄漂亮还来得好啊。当然，你如果特殊的情感，那 OK 啊。我们之前也遇过啊，那个好像 S-Trail 吧。S-Trail 啊，一个人来请我们帮他检查、整理、翻新。那他说他花的钱已经超过那台车现在价值的两倍了。假设那个车剩五万啊，他又花了大概将近十万，把整个引擎都翻新，然后一些漏水啊什么问题都弄好。他说我跟这台车有感情，所以我想把它整理好。那这我可以接受 ，OK， 有感情我们就尽量帮你救。Skoda Fabia 旧版的。旧版的我卖过几台啊，可是我觉得旧版的小问题也是小多啦。94年52134跑18万还有多少残值 ?MOS 这种车已经不能谈残值了。好不好，这种车要谈有多少情感。对这种134520,94 年的这种车，你对它有情感，你照顾得好，买的人也觉得同意你，那对这个车也有感情，那价钱就由你们去谈。所以这个从报废价到一二十万都有机会。叶子板被擦撞很小酒窝，需要擦叶子板。那个用板的就好啦 Sophie， 叶子板被擦撞小酒窝，那个请那个外面有那个手工在敲的，或者是一般的修配厂，不要去原厂。我觉得现在原厂哦啊，那个一个小阿文跟你说有保险，然后就叫你拆掉啊，换整片的。我跟你讲，现在的原因是这样，这也不能怪他们。可是我觉得消费者要知道一件事情。原厂对他们而言，帮你第一个板，我之前讲过，钣金师傅现在越来越少了。你在外面哦，你现在看到的钣金师傅、修理厂、外厂，钣金师傅年纪大部分都很大了，很少年轻人要再学钣金了，越来越少。那第二个是，并不是每一家原厂的修理厂都有钣金的师傅，所以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？螺丝拆一拆卸下来，喷完漆锁上去，哦，或是锁上去再喷漆，不管，反正拆螺丝。不要说是专业技术人员，你只要拆过一次，我只要拆过一次，大家都会，很简单，又速度快，啊，板那么慢慢敲，慢慢拉，磨掉，有没有？把你的原本漆磨掉，然后去用那个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钣金的影片啊，就用那个铁环焊在上面，然后慢慢拉，慢慢拉，拉完还要看手路，拉的平不平，敲，补土，本补土干再磨，好，哦，再喷这个底漆，看有没有顺，没顺再喷第二层，再抹第二层，再磨，他花多少时间？所以他现在都叫你换新拆掉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最直接就是影响二手车价，就是这样。
那你也不能怪二手车商说，哦，我猜过了，我就给你扣钱，因为我要跟下一个人讲这边为什么被拆，为什么被换，对不对？我是二手车商，我要跟下一个人讲。那唯一一个方啊，你这个什么叶子板拆过换过啊，不然便宜你两万，你要不要买？就这样而已啊，不用急急那碎也嘛。简单讲就是这样啊，他要嫌你换叶子板，你说啊，我就比人家便宜两万啊，要不然你去买没换的，就是贵两万啊，你能接受你就买。哦，我跟你讲说啊，前车主因为擦伤小酒窝啊，你信你就信，对不对？不信的就不信啊。我跟你讲，大部分都不信呐，啊，骗笑，每个都说小撞，每个都说小撞。你每去每一间车行，二手车行，每个都跟你说啊，是小撞小撞，对不？啊，大家拢小撞，跟我来跟你讲这大撞哎。啊，卖那个计程车的术语是什么？哦，这个哦，这台车我跟大哥报告一下，这台车因为之前景气不好，所以这个车主哦，有开过一阵子的计程车，没有很久。没有很久，开一阵子而已。后来他觉得计程车也不好开，他又改回来了。好，所以这台车曾经当过一阵子计程车。好，这个就是卖计程车的话术。酷卡值得购买吗？里程七八万。李小林其实也是看车况啊，还有看他卖你多少钱啊，对不对？他要卖你十万，我就觉得值得啊；他卖你八十万，我就觉得不值得。其实就是有时候还是要符合你自己的实用性。车买自己喜欢的，好不好？拜托，自备款通常是一成到两成。古人比他罗14年好吗？哎，这个是旧款的呢，旧款的我比较少卖到，所以我可能不晓得。环岛好玩吗？环岛好累，都在开车了，而且哦，人年纪大了会认床。哎，讲到环岛，我觉得有一个蛮好笑的，我在东部都没认识我呢，然后我一到台南没有漏气的那个民宿的主人一看到我，哎，我说对，就是你想的这样。哎，破，不是，你就说车那个嘛，我说对，就是我，就是我。然后呢，我们 check in 完就要去夜市吃东西，一走出巷口，有一个路人走过去看到我，哎，我昨天才看你的影片，我说对，就是我。同样年份的车里程差五万，大概差多少？你还是要看残值、车种、年份，那都不一定。那个程序说08年的冠美丽跟阿寇推哪一台？那我不要说推哪一台，我自己会选雅阁，好不好？轮胎五年，只跑12000，看起来很新鲜。你是说你自己现在的五年啊？那要换的啦，橡胶会老化，会硬化，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。对，就把它瓦新瓦新啦，好不好？车子多久会定位一次？歪掉就定了啊，不然就是我通常都是有人是每一次的保养，或是每两次的保养定位啊，要不然就是你觉得开起来歪掉你就定位。 ACC 重要吗？我是不喜欢 ACC 啊，我不是 ACC 的拥护者。因为你看哦，现在的新车每一个都在说，哦，我有自动跟车、自动刹停。第一点是我觉得把开车这件事情交给电脑我不喜欢，我对电子设备不是很信任。因为画细的细，脚踏车快绕链之前也会咔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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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声音哦，你就知道啊，要绕链啦。但是电脑的画细的细，有无？你有可能 A 片看看的，啊，就跳蓝荧幕有没有？跟你说那个记忆体不足，有无？所以他要你加钱买这些科技配备，但是呢，他又跟你附注说，哎，这个东西都是辅助系统，哦，你还是得自己开。啊，我自己也试过几次自动跟车哈，我觉得第一个，我本人我坐车是会晕车的，我连坐捷运都会晕车，也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坐别人开的车。我跟我们员工出去，基本上我很少坐别人开车，因为我会晕车。啊，别人晕车，我会晕车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加油门，什么时候要刹车，我没有办法预测，我都等一下喊我就晕车了。所以我有用过 ACC 哈，我真的我用自动跟车，我坐在上面我快吐了。塞车的时候我就按自动，啊，他那个刹车有时候哦，前面刹很急嘛，哇哇，然后前面很快就开走，就哇，我怎呢？我刚才坐游览车，啊，所以反正就是我觉得他的那个踩放，我觉得我好像坐别人开的车，然后我就会想吐，所以我也没办法用 ACC。引擎角故障只换故障的还是全部换？通常看状况，如果其他是好的只换故障，那你龟毛一点的全换。 Focus 有两个气球的，我店里还有四个气球的，你要看几代啊，志祥。 Focus 好像有两个气球的吧，你如果是最旧05年06年那一批的 GR 版本的，应该是有两颗，大部分都单安，如果是二代的话。然后 2.5 代的话基本上都是两颗起跳，除非是五门版本才是单安。
那 2.5 代有最多做到4颗。好，那基本上这个三代就都4颗了。19 CRV5 没天窗大概多少呢？我不知道欸，我上次买多少我也忘了。那不过差很少啦，你就19年哦，你就新车价扣个15万差不多了啦。你看的那个等级没天窗新车价定价多少，扣掉15万应该就是二手车价了啦。修理车只改短弹簧降2公分会影响其他周边零件寿命吗？会啊，不管是不是修理车啦，你车子哦，你如果只减了2公分的弹簧啊，其实还是会影响周边的零件哦。好，你讲的离齿串或是一些拉杆，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它对于这个避震器，它给避震器的压力啊也会变大，而且你的筒身是原本它的设定行程是固定的，那你把它的行程缩短哦，所以最直接的影响应该是避震器的寿命。SX4 有两台，一台2011，一台2012还在测试中。机械敞篷有没有通病？有啊，你的敞篷通常会出问题都是油压缸啊，它是利用那个马达打那个油压让这个敞篷做动，那如果油压缸漏油的话就没有办法建立压力，或是压力太小，所以你开篷关篷速度就会变慢，甚至卡住不动，有些有保护机制就卡住不动。行车放方向盘偏右是定位跑掉吗？不一定是定位啦，你也有可能是你的方向盘拉杆啊，或者是三脚架歪起啊，一边歪起还是什么，或是轮胎也有可能。其实有很多底盘的问题，你偏右你会以为是定位，可是其实有可能是你的轮胎吃胎。CRV 是行驶要刹停的时候，偶尔感觉被推一下的感觉，偶尔发生是正常的吗？正常啊，因为它退档变慢了，那个是电磁阀哦比较老化了啦，油压建立没有那么及时的反应。想换车色全车烤漆有什么看法？是不是烤过一定没有原本的耐用，老一点再顺便做？烤过一定没有原本的耐用没有错，然后也是要看你车子的年份，你的车子如果19年我就叫你不要改色，你的车子如果09年随便想改就改，所以你要看你的车子的残值。传动轴漏油但防尘道没破是哪边出问题？其实防尘套本来就不是100%的，跟保险套一样啊，他不会跟你讲100%的啦，他会跟你讲99%。那也有可能是常常在跪窟啦过坑洞，激烈操控，点下蹬啊蹬啊蹬固它里面的那个阿索比跑出来就漏油了，所以跟防尘套也不会有绝对的关系。PC 二手车价很好啊，我一台2013年的 PC， 我卖42.8万。我收30几万吧，21万公里的 T 档低档不会前进，达到一档恢复正常，变速箱挂了，挂啦，油压没办法建立啦，内漏啊。一般人里程只有10000一年，会买油电吗？怕电池不划算，这有点尴尬。可是我觉得一年10000，你如果不是特别喜欢那个车款的话，我是觉得不需要啦。哎呀，你自己可以评估啊。一年15000都买油电神的，妈自己爽就好了啦。有钱你要买油电，你要买电车、纯电、特斯拉嘛，不要紧。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都跟自己荷包有关系而已啊。那一年10000，我真的觉得也没有必要买到油电。可是我跟你讲哦，有一件买车有一个事情很讨厌，我也遇过很多这种人，他以为他会开很多，结果他买了一台哦柴油的油电，其实事实上没有开那么多。那他以为他会开很少，哎、欸，没想到他买车了以后，哎、欸，换头喽，变哑不哇，有没有可能有？你根本没有办法预期你未来的3年5年，你的人生会有什么变化？我觉得这是真的，啊，计划都是赶不上变化的。老车会比较难通过验车吗？验不过，7天没复检过就GG？不会啦，我觉得现在台湾的验车排气我目前是还没遇到问题，我店里还有那种1989年的验都没问题哦。我今天才验啊，那个1989年的那台520有没有卖掉了嘛，啊，过户验车没问题啊。收车的采购哦，收车采购通常哦，坦白说通常都是在这个行业待了5到10年以上才有办法具备采购的能力。通常哦，我们在这一行都是先打杂，然后再去卖车，卖车卖了一定时间够久，才会转成采购。B N W 卖掉了，哎、欸，200多，我那台 B N W 屌了，你知道那个 B N W 哦，我才 po 上去，我好像下午不知道，哎、欸，我是几点 po？ 可能2点左右 po 的。我那台车是从台南买上来的，马上哦，我又卖去台南，
那个客人哦，看到我 po， 马上请他的老婆小孩从台南坐高铁，马上冲上来买。那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买卖车哦，真的会遇到这种缘分，很有趣，也很感动。因为买这一台520手牌的大哥啊，他说他是30年前在公路警察局服务，公路警察，他那时候开的车就是这一款车，所以他想要再买回去收藏起来，我觉得很感动，真的很感动。我觉得这个车卖的，我觉得就非常温馨了，觉得温馨。直播哦，线上有这个，你如果是在做大包的，你如果是在做修理厂也好，你如果是在做这个烤漆厂也好，好不好？欢迎跟小师私讯给我们专业，跟我联络，看能不能配合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现在我的厂商可能有一些拍摄上的困难，好不好？那在这边广告一下，如果有协力厂，比如说你是做头灯改装头灯的也好，你做尾灯的也好，你做 LED 灯泡的也好，只要你跟车有关的，可以进入我们影片的，都欢迎跟我联络，想办法来让这个汽车这个翻新的产业，或者是自己喜欢 DIY 的人，这些消费者有更多更精彩的东西可以看。晚安啦，Goodbye， 大家晚安。